我这合同现在付。不我问就是你打包装要用，用起来不麻烦。啊？你再用是麻烦。那还走，这是装那个生蚝的。生蚝就是他装过的呀。没有，新买回来那天不黄了吗？对，就是。买回当天黄的。我去挪那个库，那边有地方。人家库有地方。我是地方。但是没死了，没整脏。我就去进去看看，一会儿让他。